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个蝙蝠汤。来，这是一只活蝙蝠，刚刚煮好的哦。哎，来。我怎么觉得它有点像泡芙的？那个我们要吃之前，听说要吃之前是先把头剁掉，头先切掉。头切掉呢，摆好，看着你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把皮剥开，把它的衣服有没有切开？剥皮，开膛破肚。小事圆润的，比较好剥。对对对，我们先把皮剥掉喽。蝙蝠的皮把它剥掉。哦，香味出来了，香味出来了。哦，一阵那个鸭肉有没有？鸭肉那个香味已经有了，已经很香。这个你们没有来吃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好。肉剥开之后，把它分开。其实把肉啊剥开之后，它其实是不恐怖的，它其实一点都不恶心的。好。你先吃蝙蝠腿吗？来，各位观众，我先吃蝙蝠。它有香味嘞，有很香很香哦，真的有啊，有肉味啊，这是真的，那它这是汤滚出来的、啊。好，接下来，这是人生第一个蝙蝠肉，有熟吗？好吃，有熟吗？嗯，熟。它是，它其实是鸭肉，我吃很多次了，你给他们吃看看、啊。真的是不是鸭肉？小妹，我帮你毛弄掉了，来，换你。来来来，换你。鸭肉，还蛮好吃的。还蛮好吃的，真的蛮好吃的，真的蛮好吃的。来，真的蛮好吃的，真的蛮好吃的。我吃一点点。来了，这个给你。